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KSIS。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是澄清两个 bug 的问题啊。首先，一个是 incursion 的一个叫做通过敌方 PC 射击或者丢手雷炸掉装甲车这个方式。我在这边再次明确的说一下，这个 bug 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我昨天也试过了，光是砍那个装甲车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，然后更别说还要让敌人去朝你丢手雷。的确是他会朝你丢手雷啊，但问题是他炸了之后呢，会直接炸死你。他不是去炸掉装甲车，而直接炸死你，并不是说你在装甲车内是无敌的，并不是。所以说这 bug 首先是不可以用的，我在这边再次说明一下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有关昨天的那个无限子弹 bug，那个 bug 是正常的，但是有人猜测啊，在这个天赋中的其他 bug，就其他的天赋是不是仍然可以刷成 bug？就比如说这个战术推进，战术推进这个效果呢，是指每公尺增加2%伤害。然后今天也有很多国外的玩家在做，也不在做测试啊，就发出来 DPS 的确是能达到100万，是没错，你达到200万都可以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DPS，但实际上并不会有效果。我马上会去做一下这个测试，可能也有很多玩家看到了这个 bug，认为这个 bug 说这个100万的伤害再次到来啊。我想在这边说一下，并没有。我们先做一下一个基础测试。我用的枪呢是暗黑，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增伤，除了爆头之外。不过因为我是打身体嘛，所以并没有太大差别。我们就用一般的就可以了。We've got a lot of然后hostile因为Empire agents. 它这是会We're根hoping 据 Dr. 这个 Candle 距离is 进行 back. 改变，所以 We 说 need 我 those 们要把 hunters back 两 at 个 base 掩 so we can 体，get就some使用两个 medical 固定 equipment 掩 and 体去 resupply 进行这 Dr. 个 Candle 测 back. 试啊。我们来先看啊，大概我们闪到前面那一颗柱子的位置左右就可以了。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尺，打的话是27万，啊不是，哎是27，27,000，不是27,000，27,000的那个伤害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我这边27,000的伤害，然后我这边再去闪一下，看看它到底是有多少的增伤吧。我们先看原来增伤，原来增伤直接稍微看一下，原来的值是108,000啊，然后我们再跑过去，现在的值是139,000啊，大概是3,000多啊，啊不是3万多。今天脑子有点不大好使啊，大概是3万多的增加 DPS，实际上大概只有15公尺嘛，3万多的增伤，15公尺的增伤，这样的话我们再去刷一下这个 bug，把 bug 刷高点，我先把这个任务先重置一下，因为等会还要去打这波怪进行测试啊。先把任务重置一下。然后我们还是用老方法一样的去刷这个 bug，然后我们到时候再进行一下测试，一样就是疯狂点就行了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就一直疯狂点。可能要点一会啊，我点一会实在没什么事可做，说真的。哎呀，大概我今天其实这个 bug 我昨天也测试了一下，不过我因为我觉得很麻烦一点，就是说，它必须要有两个掩体之间移动，然后我想打算用这个家里头的靶场啊去测试啊，结果只有1公尺啊，就不是很明显啊。然后我当时就稍微大致的计算了一下伤害，然后发现并没有产生到增伤，的确是 DPS 有变化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增伤。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发这个视频，直到今天早上呢，我看到很多国外玩家都在发这个视频，又是说堆到100万 DPS，然后我在想 DPS 并没有变，然后在网上稍微搜了一下有关这个 glitch 的情报吧，就是看别人的反馈啊，实际上真有很多人反，就是很多人都可能说不是很清楚，只是看到了这个视频，然后都没有说太多，因为这些视频上都没有做真实性的伤害测试，所以说也不是很能确定啊，但有些玩家他是说，当你开第一枪之后啊，他就会打出的是正常数值，并不会有很大的增加。我这边不知道点多久，大概点到30万左右吧。30万的话，已经几乎要翻3倍的伤害了，我看大概差不多了吧。我看再点个大概20秒左右，快点点。他有时候点着点着就会这个出现问题，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这种，
不再显示 buff 的这个问题，我也不是很清楚是为什么。然后另外我想说一下是，就是有关这个 bug，它不可能是两个天赋叠在一起的。比如说你先刷一个射击是空，然后再去刷一个战术推进，如果这战术推进可行的话，是不可以的。如果说你先刷的射击是空，然后你再刷战术推进的话，射击就空就会消失，也就是说后一个会覆盖掉前一个的效果。所以你也不可能说四个全刷得很变态的。另外就是在于捡 CD，我昨天曾刷过背水一战，然后发现效果非常的不明显，几乎感觉好像没有变，我是觉得没有变，就大概有误差吧，我觉得大概算是有误差吧，但几乎没有变，真的是非常非常不明显。那差不多了吧？OK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去做一下测试。We've got a lot of hostiles inside, agents. They're holding Dr. Candle and her staff. We need 差点those 炸到自己。personnel back at the base so we can get 我them 们out of the先做rain. 伤害啊，先把伤害打出去，然后再看到底有多少增伤，因为这边一波怪的话可能会影响。我们是闪这个掩体，同样的两个掩体之间进行移动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增伤了。你看是没有变的，还是27,000，根本没有变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增伤，我觉得应该挺高了吧。OK，我们来看一下。100万，100万，100万，100万哦，是100万，没错，我没看花眼，我还愣了一下，怎么感觉没有变啊？啊，这个是没有叠的，我们再去叠一下看看啊，再叠一下。这小兵跟我躲猫猫呢。别躲啦，受死吧！打身体啊，没有变啊，数值是没有变的，然后又消失，这挺麻烦的。我们来看到底是有多少伤害啊？到底是有多少 DPS？准确说是，哎，老点错，100万的伤害，100万的话和我。13万没有差别，没是一样的，所以说这 bug 根本不存在，这 bug 是假的，大家就不用再去刷了，没有太大的意义，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因为它不存在，所以说我在这边稍微澄清一下有关这个机动掩体的 bug，它是不存在的，所以大家也不要浪费时间去刷，虽然说看这个数字的确挺爽的，但是没有多大用处啊，真的没有多大用处啊。那我们视频就到这边，拜拜。